就说你有点僵吗？你给他，你拥抱一个吧。拥抱。啊，就是男人之间的那种拥抱。就是他冷，你给他一个拥抱，温暖的拥抱。就是男人跟男人第一次见面也可以有个拥抱啊，就是那种正常。你那个手还好啦？周，你怎么了，周？不好意思，我妈不是感冒了。没事，我拍不到他腿。白露音，你是紧张了吗？我低下脸，我这样子跟他一块儿这样。没有，就要一样高。对。要不然他勾很难受的。不是那种抱，我跟你讲，让那后面的阿姨。这没什么激情戏吗？这不是激情戏，这正常的拥抱。拥抱。周周，你功一点，你有点反应了。你已经跟我签约了，你不拍毁约金1000万。昨天白纸黑字毁约金1000万。是吧？我可以去卖金子了。你要不高了，那我要没事。周周，你这次你主动一下，你带动带动他。还要什么？我们在随便拍呢，随便拍。要不然就壁咚吧。你咚他，你壁咚他。你靠墙上，对。没事，靠，无所谓，那墙不脏呀。你刚刚靠过。对，这是白洛因，对。壁吧，壁。壁吧。壁咚，壁墙，不是壁他，壁墙。看着他的眼神，调戏一点儿。你要不然把手拿出来，我看一下。对，你就是有一种这样的感觉。对，你的重心稍微往墙那边移一点。对。你要看他啊，周周。对啊。周周，你在看谁呢？看他呀。你看他。拍两张，不看他了吗？再来几张，维持一下刚才的那感觉。